有了！啊，现在水位高，有点靠背，只能岸边的吧？可能要等个半小时。它是前面有一小段比较深啊，走出去会变浅一点。你看到那几棵树，就是比较浅的地方。对，还是要等一下吧。看要不要，看要不要泡到腰了。他只是路过而已，不要怕。对啊，只是现在这区块中鱼几率比较低啊，要那个出去。但是旁边的土出来就石头啦，你走出来就知道了，走出来就是石头了。这边一整片出去全部石头啊，你知道？因为我刚抄的时候还掉过北西哦。真的全托底啊，全托底啊，就是一直在那敲就对了，掉我给底的几率比较高啊，除非浅的地方。不是有看你掉水吗？那是因为那个水大概只有不到50公分，原山要再走出去30公尺吧。我还会再走出去30公尺。我看真的有点深哎，应该要到老二哎。对啊，那你 V-Rig 对这种都比较安全。V-Rig比较不会那么挂，德州太硬了，比较不会挂，德州太硬了，天头沟一样。德州的话下去靠，进去就进去了，没出不来的。玉哥，你还可以扯一下，然后跳出来。对，现在是要等还是要等？我看会到哪里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都到腰了，人矮没有办法，人矮没有办法。还好啊，大概就这边吧，这边，这边往外抛应该就有了，就是一直卷就咬了。有啊，就运气啊，河口就运气啊。现在水就往下，往下啊，就所以才说是退潮啊。但是，但是风中啦，这么强，就说了，点点就有了。这么强是吧？我给，就说点点就有了，是你之前去的地方没有鱼。拿就有了，你就先看会不会被咬啊？会被咬之后，如果咬它咬不到，就是饵太大而已。你可以卷慢一点啊，因为理论上就是前面这一区域比较多，啊这边会比较少，因为地形的关系。啊这边这前面那边有一个下坡，那个下坡比较多鱼，花时间钓的啊。花时间钓才知道啊！花时间钓了也不知道。干，整个潮水我都钓过了，这边。好屌！涨潮的时候也是钓得到啊，啊，只是一样要等，你要等到涨满的前2个小时鱼才进来。啊！我上礼拜试过啦。啊！我你挂了。你，所以我才说要丢远一点啊，不然你就是走出去一点，就是再走出去一点。等一下你就看到更多了。不会啦，这边最深就这样了啦。如果你觉得钓不到，可以再往前走，会浅一点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边鱼就这样，两个人就是极限了。三个人就不一定好钓了。我看看你拖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要一直
一直维持有敲到就好了。原本学弟还有问说那个啊，有了啊，阿木，哭啊，终于，好感动啊。OK， 就这样子啊，卷卷卷卷就咬了、啊，真的，傻逼。所以它在哪里？好小，好脆哦。哎呀！这里的 size 大概是这样。对。是来哪就有了。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就这样啊，就剩下的就是有没有遇到鱼。有鱼就是。有鱼它就直接干掉。对啊，啊钓点就是。你能泡的地方泡，没有一个小时就可以走，不用熬，真的，因为不是潮水不对，就是真的不会有鱼。像那这边上面呢，就不太有鱼了。这边可以钓到退干的。没有，就是退到一定的水位而已。退到一定的水位之后，鱼就会变少，然后你就会开始厌世。然后如果这时候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靠，为什么我都不会钓鱼？在那个不对的时间点，对，也许点是对的，但是是潮水错了。我现在在模仿你的那个，不用模仿了，干妈的颤抖，不用。OK， 那么凶，理论上经过它就会有反应，只是它有没有那个要咬了。OK， 其实就跟吉利一样贱。我已经开了，拜。你可以丢那个，怎么样？最后丢顺风了。哦，这边就是夏天，很好跑。冬天风是从那边来的，所以我冬天没有钓这边。哇，连续，有还在，太冷了。哇，连续咬，他连续对咬，就跟吉利一样，傻傻的。有鱼就是这样，不用技巧啊，要什么技巧？潮水比较重要。干嘛？这都是技巧。潮水比较重要。哎、欸，谢谢。OK， 可以抓啦，就跟那个吉利一样抓它那个。从背上捏。抓肚子啊，花生就真的不行了。马超子。它没有，它花生没有毒，可是它那个太鸡巴了。是啊。对吧、啊？它尤其塞那里。没错。要抓花生要有技巧。你看啊，哦，看。而且我发现咬了不要赶快，不要不用开啊，咬不用开啊，对，不要离开，也不要太快离开那个点，它会追咬。刚那个咬三次是不是？对啊。OK， 就这么蠢啊！这么蠢，真的就这么蠢啊！好像听他们说桥墩比较会打，因为桥墩下面都是壳啊，所以看点很好看呢、啊。你就记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这个潮水干不会咬，好，下次换个潮水来。就这么简单，你有心就是凹一整天的潮水，你没心就是换点。咬不进去就真的太小了，对不对？咬进去你可以换耳看看啊，要不然就是你把头剪掉，可能要换钩子。你钩子换大也不见得会比较好。我现在大，它现在咬不进去，应该就是耳太长，所以它没有咬到钩子。好像真的鱼很多哎、欸。有时候是敲石头，没有，我知道。那他那个拉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啊。他如果会扯，就是有鱼咬啊。很多人把敲石头当做咬啊，中鱼一样的。有些人钓那个石头蛐就会这样啊，敢一直咬、欸，为什么都咬不到？两根，又来又咬。有黑的，黑的，灰的，白的都有啊。白的就白的，黑的这种长大就是大牛。反正统称 OK， 就不会有人靠背了。不一样啊，回收单是不一样的。靠，鱼总在那边，看鱼总在那边。这就是说丢到有鱼的位置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要丢上面一点，因为那边比较多鱼。难怪我觉得前面怎么鱼这么少。跟我平常钓的感觉不一样，我以为是有人带塞、啊，想不到只是位置丢错而已。带塞，干，没关系。就算你说我带塞，我也认。
因为你平常钓不到。没有错，我就是代赛，我这没有办法反驳的。下有水在录音。有啊，不然。我录，但是我不一定会剪。讲干话都录进去。我们从来不讲干话的。谁信？相信我。丢那个方向，你就丢那个风车跟房子中间那个方向。相信我，人带晒是很强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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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现在用饵是不会晒的。哦，因为饵不是我的，对对对，不会晒。没错，饵有加持。沙格。为什么在这里打前脚那么快？因为潮水，赶潮水，那、啊、潮水没了就没了。那我想说，奇怪，我怎么打到过？应该会在池塘打的。池塘的鱼不会走，这边的鱼会走。两四条，够了。你看，两个小时以内随便拉拉就有了。那个这个四条，差不多我之前一年。我说真的，没有开玩笑。没办法，河口就这样子啊。我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点，还有潮水。你看现在泡泡泡泡这边都没有鱼，我刚刚泡那边就有鱼。然后我一直会一直泡这边，我一直打龟嘛。真的跟你说的，漂着漂着还是漂着。对啊，就是主要就是有没有经过鱼啊？没有什么技巧啦，真的啦，我之前放流都咬了。觉得我今天学到超级多，就潮水要对而已。对啊，可以往前走一点，这里没什么鱼的。哎、欸，你有把这拉开吗？靠背。那可以拉开。那本来就要拉开。好这么小，那怎么知道？干嘛不拉开？波动变小啊！它原本是自由式的，现在被你弄一下就变成那个蝶式了。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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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你看，哇塞，有，你看就来，你看有没有？哎呀哎呀，没！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！这超小的，超级小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蛋蛋，找钩率说有多高就有多高，勾肩外露，美韩必中，而且你那个蛋蛋都在勾腹里面。对啊。对，他吃一定会吃到狗。他对啊，他整只吃进去，基本上他自己拖走就开枪了。放着放着就咬了是吗？对，然后害我的那个打火机关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直接拉走啊，劈腿嘞！我是不是讲啊，放流就会中了？放流拖走。就是有没有经过鱼呀、啊？有就咬了。操作干嘛？对啊，操作都是假的，好不好？只是为了经过鱼而已。全放流了。还舔烟。钓跟钓黑鲈一样的，放了不动就咬了。比较大的。这是快二十啊。没有，好小。干，那就是你刹车开太松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不能掉了。等那个露出来，鱼就会很少。有史以来最多的鱼。鱼，两小时砸掉，要打你一年。没有错了。看。两小时吊打一年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妈一整年都在追这种鱼。你又不问我，那是网子，不是啊，它就单纯的浮球而已。哦，然后他们以后的之后放网子会一样接那个浮球，
我没有特别研究哎、欸，浮球很多，可是那个慢瞄网的时候放很外面，哦，也没有靠那些浮球，我不知道那浮球到底拿干嘛的，我都把那个浮球当标点。对，就是你这样子可以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在这浮球左边中过鱼，右边中过鱼。干不完，你看这样这一片，他妈的，你没有一个标的物，你怎么知道你平常在哪里中鱼的？你看现在这斜坡出来了，斜坡出来就代表可以回家了。有鱼啦，就是咬都不太咬，是要挑位置啊。这边下去是一个那个比较深的地方，就是你看到在浅浅的地方往下是比较深的。哦，我们刚刚中鱼可能都在这边中，现在就是你平常的样子。哦，不会咬的样子。对，现在就是很，你只能找一些奇奇怪怪的点，然后才会有奇奇怪怪的位置才会有。我可以换点。就说钓黑钓很简单，来啦就有了。